德容亚塞纳现在就能干，腾势 D9 这些个 MPV 你就别整了。你看看现在懂车帝降价排行榜上，这些个新能源 MPV 卖的不好的迭代更新，之前老款降价降爆炸都没人要，即使卖的好的腾势 D9 最近又可以给你降爆炸了。反观格瑞亚，这两个月的行情一直很稳定，自从20款上了之后，现在格瑞亚全款优惠4万，塞纳造的35000是没有问题的。在30万上下这个级别里边 MPV， 你如果说想干，除了格瑞亚塞纳，剩下的就是去掉赤橙黄绿青剩下的两个颜色，评论区扣出来。如果你能等，家里人体格太大需要头部空间，那就等等11月份的 GL8 纯油上市。想干 MPV， 在这个预算里边除了塞纳格瑞亚就是 GL8， 剩下的你就不用看了。再有就是尽量别上高速，毕竟所有的 MPV 它都是放弃了安全换来的空间，要么是纸壳箱的，要么就是塑料袋。多翻翻我其他视频，直接能帮到你。祝你们在座各位坐享其成，越来越好，满满的能一路上路，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记得点赞关注。还有就是各地的补贴陆续都会出来，如果你们当地没出补贴，但再等一等，毕竟这才刚刚9月份，10月1之前陆续相关补贴置换政策都会推出来。